去一家高档的摄影馆，给我拍了照片，摄了像，还录了光盘。我一上午不停的换衣服，好好玩。那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在哪一天吗？有人知道吗？ 有没有谁给爸爸妈妈庆祝过生日呢？ 王老师，你坐。我给你布置的题目，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班只有三个同学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的生日，给爸爸妈妈过生日的一个也没有。如何培养学生的孝心意识，对于我们每位老师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从你们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呀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。校长，我有一个提议，不知道好不好？你说。 我建议全校组织一次孝心教育月活动，这样全校的同学呢都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孝心教育活动。
人人争做孝心好儿女，你觉得这个提议好吗？嗯，这个提议不错。哎，叔叔，你知道爷爷是哪天生日吗？知道啊，爷爷生日是11月23，阴历啊是10月30，对吧？那你每年都给爷爷过生日吗？那当然。叔叔，我怎么没见你给爷爷买过生日蛋糕啊？那是因为爷爷不爱吃生日蛋糕。那你怎么给爷爷过生日啊？过生日的形式多种多样，爷爷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就是……是什么呀？一次全方位的洗浴服务，我给爷爷洗个澡，洗头、搓背、捏脚、剪指甲。每次爷爷高兴地说，我每年能有这么一天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大山叔叔说的对呀。爷爷要求并不奢侈，只要你大山叔叔能记住爷爷的生日就不错了。哎，妈妈，你和爸爸的生日是哪一天呀？就是，妈妈，你们为什么总不过生日啊？哎，你们今天怎么都问这个问题啊？今天我们在班上脸都丢尽了，老师突然问我们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。你们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同学们，因为最近学校呢在搞一次孝心教育，上次老师的提问就是这个活动的第一道题。以后呢，我们班也会多展开一系列的孝心活动，老师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能争做孝心小明星。好，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布置一道孝心作业题。老师，孝心作业是什么呀？这道孝心作业呢就是，第一，帮助父母或者长辈洗鞋子；第二，要写出洗鞋子的过程和感受。啊，洗鞋子不说，还要写作文，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比小布丁还凉。咱们班同学有没有给父母洗过鞋子的？没有。秋子，你呢？也没有。好，那通过这个活动呢，老师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能认真地完成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，好不好？好。咱慕容老师可真心狠，怎么了？洗鞋子不说，还要写过程和感受，那很正常嘛？还正常？课文不让背，词语又不让默，洗鞋子，你不说这算哪一课吗？老师不是清清楚楚地说了吗？我们这是在做孝心作业。洗鞋子就是孝心作业中的第一课。我就不相信洗一双破鞋子还能变孝子。那也能把我们当小皇帝小公主的毛病给改掉吧。那洗洗水果手绢什么的就算了，为什么非要洗鞋子？恶心。以我看呢，吴文老师就是诚心整我们。我们真的甘心受老师折磨呀？不甘心。那怎么办呢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厚道？哎，毛玉开窍了。哎，哎呀，回家回家，走。哎呀，快快快。孝心教育啊，那好，妈妈帮你做啊。哎，秋子，
把这双鞋子洗了。你要给我洗鞋子？不是，是我看着你给我洗。嗨，今天妈妈太累了，改天再洗吧。可是我们老师布置的作业。布置的什么作业呀？学洗鞋子的过程和感受。那肯定是让你自己洗。妈妈，就得这么一双娇嫩的小手，怎么去洗你那臭鞋子？妈妈，帮帮你的小公主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给你洗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妈妈，再把洗鞋子的过程详细的给我说一遍。好。先倒半盆水，然后呢，再倒洗衣粉，把鞋子泡进去，上下左右的刷一遍。等刷干净了，再用清水涮一涮，懂了吗？妈妈，感受是什么？没有感受啊。没有感受让我怎么洗啊？那你让我想想吧。我还没记完呢。哥哥，还没洗完。那马上就完了。那你能不能再接再厉，把这双也给洗了？那你干什么呀？我负责写过程和感受嘛。大班长带头弄虚作假呀？只要你不出卖我就没事了。我可不敢保证在关键时刻不出卖你。哥哥是阳光男孩，不会做那种无情无义的事情。鞋子我就放在这儿了，你一定要帮我过了这一关的，拜拜。哎哎，洗了，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都看了，现在我就给大家念几篇啊。我们先来看一看高天同学的啊。先接一盆水，把鞋子泡进水盆，10分钟之后取出来，感受是没有感受，完毕。我们再看一看许成石同学的。一，鞋子没有洗，原因是妈妈不让洗。二，由于没有洗，也就没有感受，完了。老师，许成石在重写。哎，高天，光把鞋子放进水里就捞出来，也算完成作业？最起码比你强。哎，就你。好了好了，高天没洗。别说了，坐下。秋子同学写的过程很详细，感受呢也很深刻，可见是真的洗鞋子了。不过我刚才给他爸爸打了电话，真正洗鞋子的人是他的妈妈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班的班长周小璐是怎么写的。我和哥哥帮妈妈洗了2双鞋子，洗的过程很轻松，感受也很深刻。还是周大班长的觉悟高，一下子就洗了2双鞋，
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先不要议论了啊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周小航是怎么写的。我和哥哥帮妈妈洗了两双鞋子，洗的过程很轻松，感受也很深刻。周小航，你的哥哥是谁呀？老师，我错了。周小璐，你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老师，作业是我写的，但是鞋子是我哥哥洗的。老师，我错了。老师，我错了。周小航同学虽然没交作业，但是他洗了鞋子，而且洗了两双。除他之外，其他的同学作业都不合格，打回去要重新写。孝敬父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。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虽身居高位，却竭尽孝诚，每天晚上都帮母亲洗逆气。老师，逆气是什么呀？逆气就是便桶。他们能替母亲洗便桶，难道我们班的同学就不能替爸爸妈妈洗鞋子吗？我说老师，简直比警察还警察。这一次啊，我们算是蒙不过去了，又叫你捡了个便宜。我没有出卖你们，我又没有说是你出卖了我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不就是洗一双鞋子吗？洗，拼上了。可是你不怕脏？我有办法，你事前最好准备准备。只好这样了。干什么呢？全补光了。哥哥，快去帮我拿副手套。拿什么手套？橡胶手套。咱们家哪有橡胶手套啊？厨房里就有。那好，我去拿。哟，我们家大小姐干什么呢？您知足，刷鞋子呗。你们老师够狠的啊！不过您这哪样洗鞋子，好像是做手术呢啊！不这样，我能承受得了那臭味吗？不这样，我能防止污染吗？手套来了！哎，这是厨房的手套。哎呀，不要再让妈妈买一双呗。哥哥，再帮我拿双鞋子去。昨天你把爷爷和妈妈的鞋都给刷了。今天刷什么呀？哎，该轮到刷我的鞋了啊。就你那鞋那么臭，受不了，不刷你的鞋。哎，你们老师不让你们写感受吗？不接着点臭着刺激感受写得好吗？啊，就是你打扮得这么酷，不搞点实弹演习，这不白忙活了吗？那行，你去拿吧。好。小洛，你表现这么好，叔叔给你点意外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叔叔给你买巧克力去。我们这是搞孝心活动，那巧克力就免了吧。小洛，你太让叔叔感动了，叔叔床底下还有几十双鞋没刷，我一块拿过来啊。刷鞋挣来的，挣了多少？5块，这么多，这还算多？
就5块钱呢，刚够买一包牛肉干。要是干家务能挣钱，那我也干了，可以买我的 MP3 了。我喜欢芭比娃娃，也可以列入计划了。要我的话，我要能挣这么多钱，我就买一套动画片光盘，坐在沙发上一次看够过瘾，那个爽啊。但是我爸爸妈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，劳动要报酬啊，是不可狡辩的理由。家务劳动和别的劳动可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说出理由来。这理由嘛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来。说不出来就是没理由。我就有理由。没有？有。没有？有。没有？有。人别争了，咱们表决一下，看谁是正方。怎么表决呀？支持的毛月的站到他这边，支持你的就站在你身边，看谁身边的人多，谁就是正方。我爸说，劳动要报酬是有经济头脑，有经济头脑的站过来。小鹿，你支持谁？毛月说他爸爸是研究经济的，既然他这么说，肯定有道理。你说呢？我跟着你。你呀，支持谁我就支持谁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过来吧。你一过来，你就有经济头脑，以后啊，准一富婆。大家都是有经济头脑的人，没头脑的人站到小航那边去吧。我也支持你啊。好像挺孤单的。咱们球迷俱乐部的，要是不支持他，太可怜了。走。好，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。好，现在站在我们这边的就是有头脑的人，你们都是没头脑的人。我们是人多，我们是正方，你们是反方，反方，反方，你们是反方，没有道理，反方。叔叔，我买巧克力。凭什么呀？因为昨天我给你刷鞋子了。昨天你不是不要钱吗？劳动就应该要报酬的。我就不怕你跟告你们老师。我才不怕呢。我们是正方有理方，他们是反方没理方。什么反啊正啊，听不懂吗？给谁干活谁给钱，这你懂吧？这我懂啊。不管，你给我买巧克力，我要报酬。你报酬你不要吗？不是，不要。小洛，你不能管叔叔要钱。毛月的理论是错的。错的？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赞成他呢？他们都忘了，我们干家务是为了接受孝心教育。你少管我，反正我认为正方有理。叔叔，我要报酬，给我巧克力，开门啊！高天，我不是走错屋了吧？您没走错，这就是您的家。哎呀，小子出息了啊！这玻璃擦的跟镜子一样啊！老实说，是不是在学校又犯错误了？爸爸，您不要用带色的眼睛看我，我只不过是完成老师的孝心作业。觉得我很有孝心吧？没看出来。爸爸，我去给您端饭。我还真饿。没事，马上啊。饭来喽！爹妈，慢点您尝啊。我做的咋样？你还有事儿？我等着给您洗碗。有点孝顺的意思，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了。开心吧？开心。爸爸，老师还说要按劳取酬的。什么？按劳取酬？就是孩子干活，家长付钱呗。你敢算计你老爸？我这不是算计你，我是在按市场规律办事儿。爸爸，您想啊，您在外边会给别人白干活吗？龟儿子，我是你爹。哎，你们猜猜我挣了多少钱？
2块？太低了。5块。20。20。笑谁啊你啊？不信你看。这么多。我呀要用它买芭比娃娃。20块钱。得了多少货呀？给妈妈洗了2件上衣。2件上衣。我的妈！天价，天价！天哪！怎么了？为什么干的是同样的活？怎么相差怎么这么大呢？你挣了多少？2块。啊！这还是洗了20件衣服得来的呢。合着1件衣服才挣1毛钱啊！您发啥吧，儿子？那么胡说八道的呀！爸爸，别人的孩子干一件活要10块，我干一件才1毛。别人的爸爸一个月拿几万块钱，你老爸爸一个月才拿几百块。爸爸，你这是变相告诉我，作为您的儿子，必须低人一等。你看，你看我这头，你看我这头型，你看我这脸盘。我亏不亏呀？好，我给你涨。10块。20。2毛。爷爷。哎，小鲁。我给你整个腿吧。哟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我们的小鲁什么时候学会这一行了？爷爷，别让他给你吹。嗯。小心有陷阱。哥哥，你胡说什么？小鹿啊，什么时候学会有这份孝心啦？哎呀，爷爷，这是我们学校办的一个月的孝心活动。哦，这是我们老师留的孝心作业。嗯，这个作业留得好，爷爷打电话给你们学校老师表示感谢。啊，爷爷啊，我来给你捏一肩吧。嗯，好，哦，好。爷爷，别让小孩帮你捏，等一会儿我帮你捏。哎，没关系，待会儿你得给爷爷再捏一回，啊。爷爷啊，你别让小鹿给你捏了。既然你妹妹有这份孝心，爷爷可不能辜负了她呀。我刚刚不是说了，小心啊，有陷阱。哎，爷爷坐在沙发上。那前面有陷阱，爷爷也掉不进去，你放心。那你可别怪我，我没告诉你啊。爷爷，我吃的怎么样？我们小鹿的小拳头啊，又均匀又有力，那比专业的按摩还要专业。爷爷，专业按摩一次多少钱呢？大概也就10块钱吧。那我就给你打8折，1次8块钱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不是陷阱，陷阱来了啊！小鹿，你从要巧克力到要钱，你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们是正方有理方，你没理方，不要管我好不好？你，爷爷，你不要给他报仇。这不算报仇，这是。爷爷给他一点奖赏，爷爷啊，高兴给，啊，你也有一份。我不高兴要，小洛你也不能要。我就要，非要。你不讲道理。小洛，你看，这是我买的芭比娃娃，80块钱，好贵啊。
好漂亮啊！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哇，我的赛车更贵，还剩100块钱呢。小洛，你呢？给爷爷捶腿，一次8块钱。这么多啊？我是按专业按摩的8折定的价。真有经济头脑。可是，小恒说这和经济是两码事儿，他坚决反对我向家长要报酬。那咱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？那有什么不对的呢？我们是正方，我们是有理方。走吧。小洛，哎呀，你看这司机班的脚印，这也太脏了。是啊，哎哎哎！不好！你看看你们像什么样？王校长，你看这。主任。慕容老师，你看看你们班的卫生。咱们班今天谁是值日生？快点出来打扫卫生！是谁啊？主任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你看，小航，我出来打扫卫生。太不像话了！真不好意思啊，主任，你看我们班这学生这……小鹿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星期咱们班没有得上刘德红旗。知道。原来啊，同学们都是抢着干活，现在看见活谁都不干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可能是大家觉得没有动力了吧。动力？难道争刘德红旗不是动力吗？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报酬的原因吧。什么报酬？在学校搞卫生还要报酬啊？这是谁跟你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师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如果没，我就先回教室了。好吧，你先回去吧。老师，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你们老师那儿。我领你去吧。不用了，妈妈一个人去，你写吧。啊，我今天晚上啊正想去你家找你呢。是吗？啊，慕容老师，您是不是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了？哦，我们家小鹿啊最近变化特别大。你看啊，原来呀他是饭来张口，钱来伸手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每天啊特别主动的干家务活，有些时候说你不要干了不要干了，他不听，还坚持要做。哦，我觉得孩子这种孝心呢、让我很感动。可能是啊学校在搞孝心教育活动的原因吧。慕容老师，我觉得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你是说小鹿把这种劳动称之为有偿服务，还说什么孝心经济，说你们班有很多同学都支持这种说法。慕容老师，你没听说吗？我真的没有听说。有偿服务，我说最近啊班里怎么吃的玩的如此泛滥。小洛，你写什么呢？我在列账单，看看给爷爷捶多少次腿才能购买一个 MP3。小鹿，我们这是孝心教育，不是经济开发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毛月说这就是孝心经济，不可理喻。
把你的孝顺经济学好好念。小航，你别走，来，给妈读读。老于老婆，怎么了？闹那么大动静？你嫂子和小卢在谈话呢。小卢又犯什么错误了？赶快要钱的事儿。嗨，我当什么事儿？就这么点事儿，我跟他们说说去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要再掺和了。行，我不掺和。哎，以后我干活你给我钱。哎，大神，哎你拖地四次，每次5元；给爷爷捶背5次，每次8元；洗碗3次，每次5元；给叔叔刷鞋2次。每次巧克力一盒，折合人民币40元，合计115元。小鹿，小航念的没有错吧？给叔叔买酒2次，给爷爷取报纸3次。哎，就算了，这些属于轻微劳动，可以不要报酬。好的，小鹿，妈妈也想给你列个账单，可以吗？妈妈也有账单。当然有啊，只是原来没有列出来。妈妈可以列一个吗？妈妈，你写吧。好，小航，来，帮妈妈拿笔拿纸。我可以写了吗？妈妈，你写吧。小鹿小的时候，妈妈喂奶、换尿布无数次，无数次。报酬是多少？这也要钱？是劳动就要付报酬啊。多少呢？那多少钱呀？你说吧，你说多少是多少。1万？8000？5000？就5000好了。小航啊，你也拿一个笔帮着记一下，到最后的时候呢帮着小鹿核算一下啊。来吧，记啊，先记好5000。小鹿在4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，妈妈在医院守了整整一个星期，寸步不离。报酬是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妈妈知道。小航，把这个数记下来，最后核算一下。妈妈，你少写点，可别吓着我。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妈妈不会多写，也不会少写，啊。小鹿在咱们家快快乐乐的生长了10年，这费用应该是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妈妈，这我怎么记啊？你就按照这个数记吧，然后总和一下。算好了吗？妈妈，算出来了，120万。不会吧，妈妈，他一定是算错了。是，你哥哥是算错了，跟我算出来的数相差的太大了。妈妈现在可以给你念一下吗？那你听好了啊。小鹿小的时候，妈妈喂奶、换尿布无数次，报酬是0元。妈妈，小鹿4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他住在医院里，妈妈整整守了一个星期，寸步不离，报酬是0元。妈妈，小鹿在咱们家快快乐乐的生长了10年，这10年的报酬是0元。
妈妈把这些年的总和加在一块儿，总数是零年。妈妈，妈妈，我错了。美国作家克里腾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母亲的价格》。他提倡把母亲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加以量化，再给他们应有的肯定。这项工作的合理年薪呢，约为6万美元。还有，著名的埃德尔曼财经服务组织经过缜密的计算和估量，得出这样的结论。若将母亲所做的各项工作改为出钱聘人代劳，那么子女一年所付出的工资约为63.5万美元。可以说，母亲的工资足可以和大公司的总裁相比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账单。这是小鹿妈妈开的账单，账单的总合计是零。谁敢站出来说她是一个没有经济头脑的妈妈？毛月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老师，我错了。老师，我们错了。真是妈妈的乖女儿，我还要做爸爸妈妈的孝顺女儿。看来你们老师的孝顺作业没白布置。嗯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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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让我来吧。不是，你还想赚老子钱呢？爸爸，我不能赚您的钱，我欠您的钱啊，一辈子还不清。我以后替您干活，分文不收。哎，好的，龟儿子长大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慢点。哎，哎呀，哟，小鹿，今儿你刷碗收多少钱啊？0元，对不对啊，小鹿？对，0元。把最亮的一颗戴在胸。